老婆，杰森·鲍跟那个《神隐任务》，你感觉哪一个男主角比较强？《神隐任务》啊？为什么？因为《神隐任务》有一半是那个侦探的剧情啊。啊，如果他们两个遇到打起来怎么办？你感觉哪个比较强？两个、哦、都很强。你选一个，真选一个。分上下哎、欸，不行，只能选高。那汤姆克鲁斯哦？为什么他比较强？因为杰森·鲍的那个动作太多了，太多了哦，小动作太多了。所以你喜欢《神隐任务》的男主角？我喜欢汤姆克鲁斯的动作哦，不会那么多小动作。了解。谢谢你。